好的，现在比赛开始了。一场胜利全取三分，他们就能成为最终的冠军。今天会是属于他们的庆功之夜吧。来到前场，一个舌尖上的抢断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伊西涅单刀赴会，向前狂奔。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，头顶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出球很及时，哨声响了，犯规。还是没掏牌，不过这应该也是最后的口头警告了。踢的是又高又远啊！哦，门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，漂亮的直塞球，伊西涅，他能完成射门吗？非常犀利的盘带，他选择攻门，哇，球进了，这球进了，这个球将会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高质量的进球，漂亮的一脚触球，第二脚射门也是同样华丽。直塞，视野很开阔，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抢得头球，好的，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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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28个进了，扳平了扳平了扳平了。无论你怎么围追堵截，他都照样进球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下摆脱防守进球的动作就像一只泥鳅一样，后卫怎么抓也抓不住啊，精彩。投球，可惜球只是稍稍偏出。我想他在射门的一瞬间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，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就在这一线之间，非常非常的微妙。接长传，维纳尔杜姆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打进起脚的门，再冷静一点，完全就有可能进球。卡瓦尼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，原因很明显，刚才的这次进攻啊，本应该改写比分的。伸出一脚将球断下，哨声响了，犯规。球非常到位，但是射门让人大跌眼镜。快速传中之后，防守队员还没有来得及归位，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应该有更好的结果。很可惜，不过后面的比赛，将球转移到了前场。是的，他犯规了。
球在因西涅脚下。又一次横传，纵身跃起，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梅勒图，帕尼，维纳，维纳动作，浪费了一次大好机会。这个时候往往是先打破平更沉着，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。马赫雷斯，将球传向了，贴球打门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，好像是要换人。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啊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，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，有时候身体没劲，脑子也会变慢。现在这次换人就是这种。罗希尔维斯特里，球就像是站在他脚上一样。罗希尔维斯调整打门，漂亮，高难度的扑救，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，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。球员、教练、工作人员都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，接受球迷们的欢呼。颁奖正式开始，最佳球队的加冕典礼，经过激烈的一轮又一轮的争夺，所有的汗水都是值得的。